请紧握扶手，不要看手机，注意脚下安全。请紧握扶手，不要看手机，注意脚下安全。携带大件行李，请打开车。喂。乘客们请注意根据疫情防控消息情况的时候报销手机。这真的是
Thank you.
对，你看到吧，韩国新选的那个总统。